杨总，我跟你分享一个事情啊。嗯，什么事啊？看你这么开心的样子。我今天啊，有个客户给我开了一个大单，直接给我签了50万。哇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但是我高兴的呀，还不止这个，还有另外一个事情。嗯，什么事呢？你记得我有一个客户，我建议他不要囤货，然后呢，他就用这笔钱使公司步入了正轨。嗯，那非常好，你这个行为我很欣赏，对待客户的态度非常积极，相信你一定会有所回报的。用最真诚的服务感动到客户不好意思，想客户所想，急客户所急，是我们每个号所人的职责。